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就会挺身而出来救我。你该不会是一直跟着我，喜欢上我了吧？妙龄庄灵老头和莫若飞勾结，找到薛飞的女儿没有交给我，反而交给莫若飞，让她带往京城了。那野种要是死在了莫若飞的护送之下，七王定不会放过我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至10点，任燕窝24K奇农燕窝，等女花不弃，首播在中视。